去看小奶狗了，还在这里。给狗妈妈喂罐头，它不敢来吃。给小狗狗喂一点，喂了几盖子，两个小家伙很喜欢吃。狗妈妈也开始吃了。边吃边凶我，再给小家伙吃点。把两个小家伙逮出来跑一跑，出来就拉臭臭。狗妈妈还是比我很凶，我感觉这个地方给它弄来住我很合适。这个板板太重了，这些尖尖角角要处理好，免得把狗狗刮到了。多弄点树叶子，先给它铺一层，铺厚点。树叶儿已经铺好了。然后把昨天晚上的拿给他的那件羊毛衫铺过来。狗妈妈已经不凶我了，她应该感觉得到我在给她弄窝窝。然后带到她一起回去，带她的小狗狗给她带过来。先带小北，狗妈妈已经彻底对我放下了戒心，她也让我摸了。现在再去逮小黑，逮小黑的时候有个中年男的在看，
我就问他收不收养小狗狗，他说他不收养。我感觉狗妈妈对这个窝还是非常满意的。